伊个学问吼，伊一寡遐物件，迄有一寡日本人嘛，要对袂着啊。伊对日本文化了解吼，所以伊就是，那像讲啊，好多写册、写武术都会解说用日本话写，日本人爱摕去买看，才知影讲武术都是啥安尼吼。啊，颠倒，因为迄是咱受着因个教育，啊，这就是变作讲一种迄阵为李登辉时代吼开始伊开放。无伫个李登辉时代以前啊，政府是拢一直甲你反日教育，吼、哦、啊，那像讲包括讲买互你看日本电影，吼、哦、啊，是迄电视嘛拢无日本诶迄落，啊，但是为李登辉先生以后从诶开放，吼、哦，从诶变作日本诶物件，我呐一直去买，啊，迄、那个都是李登辉先生伊迄年代差不多即卖八十岁，啊，甲差不多落来甲七八岁啊，迄间啊遐，因迄都是。日本教育，啊，这尾啊，跩伫迄个公开会使台湾人个小寡人做主吼，李登辉先生做总统的时，开始发挥这个作用，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吼，开始跩会就好起来咧，吼、哦，迄基础底下，想知影日本人啊，来到底，即摆李先生嘛要安尼啊，但是已经即款的人足少个，伊直接影响日本的甲日本人讲，所以日本人足侪人来台湾，甲即摆为止嘛要安尼，拢。要求讲要记住李先生，啊，迄就是因为用直接听，因个甚至听到拢足感激的安尼吼。啊，这就是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基础，诶，真重要的一项。啊，但是即马这一直无个啊，吼。啊，即马变作即马的日本甲台湾的关系，虽然足侪哈日族，但是哈日族就是我那甲日本的关系好的基础，毋是干那两恁有注意看吼。伫台湾拢几下个，包括拄只海角七号吼，迄内底迄李主角啊，叫做田中，吼田中，迄个伊即摆倒来台湾呢，伊讲伊歪转个，伊甲因老爸讲，因老爸嘛是一个导演，伊讲伊做迄出电影以后，伊跩对台湾吼，伊跩足有感情个，跩住伫台湾，哦，啊甲因老爸讲伊要踮台湾，哦，啊嘛伫只伫做一寡活动迄款，迄、那个。广告关系工作安尼吼，我做单那个啥，我像这就是讲，有一个目的，我爱啥，我家己建国，我爱，甲台湾的文化有多一个关系。啊，那像讲我以前啊，伫前义也是伫东海咧教遐个学生哦，啊，因有诶日本系真济，我无你想呐选日本系，内底就讲我都爱看日本的漫画，啊，我喜欢直接看，不爱看遐翻译。啊、所以就是话，啊，迄都是伊个选择啦。哦，啊，阮以前较迄个，那像李登辉先生，伊都唔是啊，伊唔是家己选的，伊都出来，你若要读册，你就一定爱读日本册安尼嘛，哦。啊，但是读甲变作比因日本人更加了解日本文化，啊，迄都是基础嘛，哦。啊，即嘛都是家己，少年囡仔是家己建的，就这。啊，为讲 animation， 哦，迄日本的 animation 伫世界，你去甲美国，去甲欧洲，嘛是拢咧放，拢差不多日本的，哦，迄 animation。迄嘛是有个囡仔就甲我讲，讲你来投资日本戏，伊讲我要家己来看这个物件，了解这个物件。啊，嘛其他嘛真济吼，伊咧都是家己个选择。啊，所以日本戏吼，差不多世界吼，迄、那个一个所在吼，讲日本戏遐济吼，差不多所有个大学吼，较大间个大学拢有日本戏。遐济个所在，我想歹找，干那台湾以外不通找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家己的选择呢。啊，即嘛，咱个讲，迄、那个多今年年初的款，我记得是今年年初。迄、那个咱有一个阿东关系协会吼，这阿东关系协会本来是这一个咩啊讲讲一个形式的组织就对啦，其实是外交部吼，啊，但是因为日本甲台湾无正式的邦交，所以用一个财团法人做阿东关系协会，啊，才有遐形式上用，为遐派代表出去日本，啊，因日本一个是交流协会，因为遐派一个代表来自台湾做的，啊，其实事实拢甲迄本地迄个外交部拢做伙，但是形式上爱变作讲无直接的关系安尼，吼，啊，这個、阿东关系协会都有做一个调查，伊问讲。恁上爱这个世界上爱的国家是多一个国家？52%先
到服侍日本，哦，这第一位。啊，第二位八趴身美国，啊，第三位中国五趴身啦。啊，所以你甲看迄第一位甲第二位，哇，我差遐济安尼吼，所以是相当台湾的亲近的迄个基础，都是伫即款的所在看得出来。唔是干那恁俩，我已经两间讲过滴。我迄阵伫日本在做代表的时，迄阵那像这《远见》杂志吼，伊嘛拢在做这个调查吼。我记起吼，拄好迄个两千零五年，拄好头啊拢第一位拢是美国，伊也做差不多十几年来。啊，但是为两千零五年转做日本变做第一位，啊，第二位变成美国去。啊，伫迄年台湾甲迄个啊日本的迄个往来吼，诶人数250万嘛是最高纪录，两边来回。啊，迄话若甲缅甸政府关系，因为咱台湾人都较侪人去啊。咱台湾人变作吼，伊就较省吼，那叫迄个五个人去一个呢，五个人的内底有一个人去日本的。当然，迄五个人一个家己开去几啊遍，啊话拢捌去吼。但是若用边境讲，五个人一个人去日本，所以咱的迄个对日本迄个亲近度吼，实在是相当高。啊，这变作一个基础。我想呐，即摆你讲的，伫迄国际关系内底吼，迄个对台湾来讲，国际关系内底。上重要有三个国家，日本、美国、中国。咱伫国际关系，咱台湾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中国开嘴合嘴，伊就讲要合并台湾嘛吼、哦。啊，佫唔是干呐讲要合并安尼，伊讲不惜使用武力，哦，用武力嘛要来，即普通吼、哦，无人安尼公开讲的。啊，但是伊讲到足明诶，哦，所以即款啊，伊个大家也知吼，伊几千粒诶迄个飞弹嘛拢向咱啦，这是敌性国家嘛，哦，都是对咱有歹意。啊，其他国家咱都世界700几十国哦，200国将近200国，咱都毋捌看伊一个国家讲要用武力甲咱起来，还讲不学术用武力，这就是敌性国家。啊，所以因要对台湾安怎？这就是影响到台湾在国际上要生存下，还是要安怎下，会真重要的一个国家。再说呢，美国，哦，伊甲咱嘛无邦交，但是，因伫甲咱切断邦交的时候，伊有说咧通过一个伊家己的国会，毋是甲咱签订迄个协议，然后伊家己国会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。啊！伊到底啊需要都规定三项，一项就是讲，因要派吼、哦、这个代表来台湾，当然要维持一个迄、那个啊一挂关系吼、哦，啊做一挂台湾的头顶的人民甲因美国的关系，这一项。啊，第二项是规定讲，伊吼、哦、要甲咱这个啊维持为着台湾抵抗迄个甲迄个中共吼。哦去抗争的力量吼、哦，要维持咱去抗争的力量，伊要卖咱武器，啊，所以伊即马咱有法度买武器，甲美国买武器，就是因为伊在台湾关系法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甲咱的关系，就是有，那讲搁较直的，就是讲有意思，就是变作讲咱能合起来，哦，伊要甲咱合起来，抵抗中国对咱的威胁。有迄款意思伫遐，当然无写解遐明，但是你无代无志讲要卖咱武器，就是迄个意思嘛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实在是咱以前甲美国有迄双方的条约，迄无去。